朋友好喜歡貓的，我想買一份禮物給他，不知道你有什麼推介呢？咁等我揾啲特別啲嘅嘢俾佢啦。咁我推介你呢張咧日本進口嘅木凳仔啦。佢不單止咧塗裝好靚咧，仲好實用，好受歡迎噶。都真係好特別喎！呢個咁得意嘅咩嚟噶？呢個係不求人嚟噶。如果你朋友中意去旅行，可以考慮送個夾套俾佢啊。啱啦，佢都好中意旅行。咁呢對不鏽鋼保温杯咧，飲凍嘢熱嘢都得噶。咁尤其是天氣熱嘅時候咧，加埋冰飲嘢咧，仲爽啊！咁1999年嗰時候去日本旅行咧，見到日本咧有全貓嘅精品店嘅。嗰陣時香港一間都冇嘅，咁啊諗緊香港可唔可以都有一間呢？曾經有個日本客人咧，佢係住怡東酒店，咁佢咧行過見到我哋鋪頭，佢本身都係有養貓，又好中意貓精品嘅，咁啊入嚟咧傾偈啦、買嘢啦，咁好開心嘅嗰時，咁佢之後再翻翻日本之後咧，就同佢用 email 聯絡咯，咁之後成為咗好好嘅貓朋友嘅。Christy 仲未揀定买咩送俾朋友，依又未尽，又去行另一间以猫做主题嘅精品店。呢度有啲好特别嘅猫商品噶。系啊，其实我哋有啲专系帮客人订做嘅嘢嘅，例如喺啲好似猫猫嘅 cushion 啦，咁仲有啲猫嘅遮啊，猫嘅门帘啊，同埋一啲猫嘅唇印首饰咧，都可以用猫猫嘅相去订做嘅。咁有啲客人，譬如只貓貓啱啱過咗身，咁好唔開心啦。咁當然想做翻一啲佢哋嘅嘢，咁去紀念嘅。當然仲有其他又實用又得意嘅 product 啦。你朋友中唔中意户外活動噶？其實呢個防 UV 手套咧都好好賣噶喎。可以降温啦，同埋可以防曬咯。去旅行啊，或者行山啊、踩單車啊，都用得著噶。或者試下呢個吸水遮套啊！而家夏天成日落雨咧，帶住把濕漉漉嘅遮好麻煩噶嘛。咁如果袋住佢去喺裏邊吸水咧，咁就可以環保啲咯。如果係家居嘢嘅話咧，夜中地氈都幾好噶，可以擺喺門口出邊咧，咁等擦乾淨隻鞋先入屋咯。